讲不出话来。好，直接就行谢师礼了哈。老师对这一班呢、啊、也是非常的用心，所有的老师呢都非常疼爱他们，大家都非常的舍不得这一班要毕业了啊。在这边呢，啊，真的是有很多的感触在心头哈、啊。在进步这么久，从一开始的不习惯，我会常常想念你们。我本来准备很多要讲，可我现在讲不下去了哈、啊。那我很抱歉呢，没有能在最后一次带舞蹈的时候把你们带到全国冠军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再跟你们在一起，好不好？